我有感觉我不驼背了。哦哦。Oh no！ 没想到那个声音这么刺激。无法表情管理了。他先挡住脸。最近这季我就是加入了啦啦队，嗯，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，所以我就课后留下来自己加强。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因为我总觉得我就是跳起来哪里怪怪的。你跟亚当这么熟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是哪里有问题？他有教我怎么看来，你现在先叉着腰，好，这样。就是我总觉得这边好像一高一低，对不对？有，因为你这里是很顺很漂亮，可是这里有一点凸出来，就是这里不顺，这里掉下来。你现在不要练了，我直接带你去找亚当比较快，好不好？哇，太棒了吧！走，我们现在来搜一搜去。哇，这地方看起来还行吗？非常眼熟。欢迎来到武当的频道。没有啦。要带朋友来了。对，嗨，欢迎亚当老师。注意看这个男人实在太狠了，他的频道居然被抢走了。这是我朋友 Kira， 因为 Kira 最近有点身体不太正常。嗯。因为我自己看一下，他这里很顺，超漂亮的，可是哪里有一点不顺畅。你已经非常的专业到这种程度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自己觉得平常练舞的时候，就大家。我觉得会发现我右肩比较紧，就是单边嘛，对，我重心会怪怪的。那我们就详细看一下，好，先来吧。好，我们刚刚大概先简单看过一下，所以这样至少自己的身体的力量应该有差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？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我那时候上滑雪课，然后教练跟我说重心要偏右，我说有啊，他说没有，他还特地拍照给我看说你看你其实是没有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有，怪怪的，对，很大力才可以到很大力，就是很大力，就是这个状况很用力才可以到那个条件，对，这个状况其实发生在我们平常之间。有没有拍过那个大头照？有没有摄影师上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头歪一下左边，歪一下右边，可是你觉得好像是歪歪的。对，这是大家的共鸣。那我们今天除了把身体调一调之外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。对，在不在乎你的外观？当然在乎。看他的臀。其实很大一个原因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我们通常脚型啊，不是有时候会有 O 型、X 那些有的没的吗？其实最大的核心问题，第一个是脚踝。对，第二个是臀部，所以当臀部不平均，有一点在硬比较软的时候，它就把它拉来。那我们在站脚的情况之下，就会变成这样站三型，我们的脚型就会跟着凶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说你很在乎你的脚型的话，特别要注意一下你站这个位置。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借我一下哈，右边这个地方按下去，跟左边这个地方按下去，哪边比较重？我觉得右边哎。那我就直接开始了。你之前去有去给人家调吗？有调过，但是没有被揍过。哎，还行吗？会痛吗？有点痛。可接受。来，我们再感觉一下哦，简单的，这边按下去，跟这边按下去，还有刚才那种的。现在就觉得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好神奇。帮我翻过来，脸朝上。打我脸吧。那个应该暂时是用不到。我有感觉我不驼背了。Nice。哦。Oh no！ 没想到那个声音这么刺激。这个有，这个有是什么？对，很有感觉。其他都还。其他他没有不错哎。是吗？他刚刚其实都很好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可以把这个按压下，就会有点痛。啊，太痛了！轻一点。
我现在力道其实挺耐那的。好，那太痛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回去尤其你在跳舞的脚的支撑力非常重要。所以有时候你们自己要把股四头肌这边再多放松。啊，超酸。而且你看哦，这左右边是不一样的。真的哎，好神奇。对，这其实是一个警讯啊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好神奇，好神奇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痛。我真的是无法表情管理了。他先挡住脸。来，来接一下。哇，这个超酸！我刚好昨天有练臀，现在超级酸的，很有感觉。加多少度？哇，超酸。哎，请起。哇，如何？老师，我上辈子是跟牛虫。我觉得做完会真的会觉得身体蛮舒服的。既然轻松了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角度跟外观到底如何。那我们先看臀好了，你自己摸摸看你的臀两边。现在就感觉对称很多。好，那我们来测一下啦。刚是跳转椅，直接揭晓，90，他已经很棒了。好，哇，恭喜宝宝。对，那哎，家属你怎么永远在外面？我一直在，因为我想看，我觉得超好看的，你看。好，还有其他角度，我们测一下。来，请上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轻松的挺胸，这一块就不会那么拱。哦，真的，我现在就感觉比较轻松，反而有一种。障碍，那个障碍是上辈子可能堆在这上面，跟什么跟我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这一块这个部分，因为刚刚是很明显是凸起来，我现在是可以压下去的。哦。OK， 然后麻烦你帮我头转右边转到底，直接蛮不能动。可是还可以转到底吗？会卡吗？不会。不会了哈。好，可以看前面，帮我仰个头。我现在就是更轻松。更轻松。没办法，所以这个部分它感知上有差，那如果视觉上只有差一点，好，只是你自己会觉得说不会那么紧而已。对对对。好，帮我转过来180。好，来，你看它后面。哦，背整个消下去了。对，然后轻松挺吧，挺，应该还好吧。嗯。来看一下你的左边。就是感觉转过来更轻松了。还可以再往后吗？可以。不会卡了。就是我感觉原先是只能到平的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再更往后，视线可以更。对，那如果被跟踪的时候，那狗仔，我看得到，好啊，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来站起来一下。他好像之前在做伸展嘛，你觉得有些角度好像右边是卡卡的？刚刚有一个那个，我刚刚说卡卡。哦，对。你试试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。那我现在觉得这样坐起来就没有这么平，对，然后也比较。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放更多，本来我手肘这边内侧的手肘是比较难看到地板的，现在好多了。对，现在拉起来都觉得更舒服。理论上两边要是平均的才是对的，比较相近的。嗯，就是它会长得比较稳的感觉，还是很好。现在就是觉得这样子做拉伸都比较顺，对，比较顺，然后也比较舒服，不会觉得很紧绷这样。所以我们整体这样弄起来的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除了好像更有抽的部分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效果很好，即使疼的话，我还是会再来。对。好啦，当然就是把身体调完之后，它越来越轻松，最主要是外观了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身体不好看，不管是脸、身体歪歪的高低肩啊、臀部啊种种，其实最大的问题都是因为回到自然的习惯，跟一些工作上不能避免。比如说开车长时间，他这边就歪了。对对，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说，怎么样去舒缓他的肌肉群，不要让他一直拉，会比较好。可以，那整体都满意了？非常满意。